大部分进阶的 Garmin 跑表与户外运动表都有内建地图。您在进行户外运动时，可直接在手表上查看地图，掌握您的即时位置。一般而言，您开启户外活动后，会在最后一个资料页面看到地图。如果没有，请按左边中间 Up 键，进入跑步选单，选择资料画面，往下选择新增，下滑至地图。新增完成后，还可按下 Up 键或 Down 键以变更画面排序，这样您就可以在活动中查看地图了。如果想要更改地图页面的栏位配置，可在地图资讯里按右上角 Start 键，选择栏位配置。您可以在这里选择不同的版面设计，包括不显示任何资料、六种资料、左边的三种资料、只显示一种资料或两种资料。您也可以从资料栏位中重新选择您需要的资料。如果您需要使用地图导航功能，请参考更加了解如何使用 Garmin 手表上的地图导航这一支影片。更多详情请至 support.garmin.com。